诶，怎么 start 不到 engine 的？啊，对，要踩 brake。Hello， 莉亚。啊，我现在去载你啊。OK。嗯，拜拜。约了那么多次，他终于愿意跟我出来，他一定会喜欢我的新车的。哇，怎么这个 brake 这样的、啊？哇，跟我之前车很不像，我不习惯呢。Hello， 莉亚，哎，我到你家了，你可以出来了啦。嗯 ，OK， 拜拜。带行李出来，难道是要去我家过夜？先看一首歌。哇，都晒得近啊，后面都很宽一下、啊。小明，这里这样慢了，短了两分钟哎。哎，小明，你换新车啊？啊，是啊，昨天刚刚拿的。哇，你也喜欢这辆车是吧？是。你就说我喜欢的。你也喜欢这辆车？我超爱这辆车，还有想过已经去试车了，而且还想过要买耶。啊，是啊，这样我们心灵相通哦。不要讲这种话，恶心嘞！还有驾车。哎呦，还有你在听什么歌？周末这边假浪漫，你要追我是吧？可以不要嘛？很难听耶，怎么还有人用 pendrive 的咩？你懂现在的 Mazda 昌吉都有 Apple CarPlay 的功能吗？啊？真的嘞？你就拿你的这个 USB， 然后插你的电话，然后你就可以播你自己喜欢听的歌了。好心你买这样好的车，又不会用它的功能。做梦，你看他家车没有？好歹这辆车有 Active Set 的自动刹车功能，不然早就撞上去了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我刚才前面。快走，快走。停一边，停一边！我叫你不要保命，我要保命哎。好吧。好心你啊，小明。买这样好的车，又不会好好去善用它，就连这辆车有 Sport Mode 你都不知道。什么 ？Sport Mode 啊，就是可以让你驾得更顺畅。哦 ，OK。你懂为什么我会想要买这辆车吗？就那天我去 Mazda 试车的时候，我就爱上它的原因。因为哦，它的 Driver Seat 哦是经过设计的，所以很舒服。然后呢，它的键呢全部都在很容易找到的地方，我不会因为要找一个键，然后呢就分心，不能好好专注驾车。然后最重要的是呢，在试驾的时候呢，它让我有一种很安心的感觉，因为它第一它很好开，第二它很稳，再加上它那么年轻化的那个外观，哇！啊，等下现在又在驾着它，又激发起了我想买它的冲动。哇，这个弯竟然过得到！不会啊，我觉得很顺啊，不会很快啊，是你心脏弱而已。讲真的，我没有开很快，出发。我到了，谢谢你的车，我很开心，拜。不是说好出去约会的吗？怎么会来到机场？谢谢你啦，拜。原来他只是利用我送他来机场，我只是一个司机。没有女朋友没关系了，反正我有 Mazda CX 30。还是 CX30 最好，永远不会丢下我一个人，也不会让我失望。谢谢你，好兄弟。